我怎么觉得没佳音唱着好听呢？啊，不是，人家专业的，我这太业余了。他很有舞台经验，当然看到了，出了一点小事故，要很自然的就过渡了，肯定可能有几千场的这种演出的经验了。这个歌词是你自己写的吗？对对，我是原创歌曲。我今年七月份其实写了一半的啊，然后这几天我是头三天吧，前天我才都给他弄完，然后来之前才都制作好的，就比较赶。像类似这样的原创歌曲，你还创作了多少？我现在发行的有很多，但是都是有被人骂的。啊？为啥呀？就是可能不太好吧，比较奇怪之类的那种。你一定要记住，只要有人喜欢你，就会有人骂你。喜欢你的人，他不会那么积极的说我喜欢你，但是骂你的人呢，他会很积极的说我讨厌你，对吧？但是正常来说啊，就是因为有些人讨厌你，所以才有些人爱你。这个是网络世界的，杜老师最懂。我觉得我们对互联网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知，你面对的群体叫众生喧哗，既能享受别人的赞美，也要容忍别人对你的不高兴。杜老师，我打断您一下，是不是应了那句您肯定听说过的话？你能够经得起多大的赞誉，就要抵得住多大的诋毁。对，就是这一句。我想知道你那些被骂的歌是什么样子。去年自己写的，就是我脑洞大开吧，我就比较喜欢看那古装嘛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还有落不许还挺火的，然后我就自己词曲编了一首歌，我就简单我清唱给你们，就唱你们别笑我啊。鳌拜鳌拜来拜拜拜拜一拜拜，左扭扭右扭扭 ，Oh my God style！ 鳌拜鳌拜来拜拜，杨过与你来结拜，偶遇克星韦小宝 ，Oh my God style！ 我就哎，我觉得这首蛮好的呀。我跟你这样说，姑娘，就是你这首歌的辨识度比你刚才那一首口水歌的辨识度要高的很多。但是我这首歌前面是非常搞笑的，我把鳌拜、杨过、小龙女、韦小宝都弄一块儿去了。但是我后边的副歌又是很激励人心的。这多好呀！来一段吧，来吧，副歌接上。这就是武侠小说的梦，金庸决定他结局。无论鳌拜还是小龙女，都是虚幻中比拟。梦想与现实间的差距，就像生与死别离。哎，姑娘就坚持这个风格特别好，真的，我觉得真的比刚才那首歌好。这个看得出来有音乐剧的那个。对对，我是觉得比你刚才有音乐伴奏那段唱的，还让我赏心悦目。我突然好喜欢你啊！哎呀，谢谢。不要脸。我想起来了，刚才我最后一句没唱，我给说一下吧。人生总有不如意，闯过去就是奇迹。对，我刚才挺好的，来给他鼓掌吧。哎，真的很棒。